这个穿灰色衣服的男的，武汉人，高烧39度4天，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那颗开药没有药，下来退卡发脾气。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故意变成里面咳嗽。哇，这种事是不是应该报警呢？就把小汤干嘛呢，就像娘缝似的了，奶奶底下焊似的了，乖乖，谁家那弄进来的那个小汤干就不要哪个地方不要那个哎他妈在西的跟哪走医院，新人民医院等等了吧。不仅医院啊，哎好走。咱就咳嗽，你从那儿过来，你在那儿呢？我八点来。你八点来，你说会儿你可白的，口音我都不拉你。干嘛？去过武汉？啊？啊？刚回来。啊？我刚从那儿过来，我现在去医院了。你站一下，不中不中，站一下，快点快点快，站一下。你要打110吗？中不中？你打110。打110不是不打110可能中。对。打110不中。对，三幺零嘛。I'm